射程。逃登去了。阿东是被公认在开车时最忙的司机，已经有超过两打以上的客人指定再也不要搭他的车。あんたが絡んでからいろんなことが起こったの。警察も来た。早く台北離れた方がいいよ。哎，干嘛？怎么干嘛？你不要这样，我跟 K 仔坐那是要谈嘛。谈呢？那你先进去等我。我走。跟我一起去纽西兰吧。当地的大变的时节，我托一个老人家，转了哈。这是这四个月来第三件被认为是嫌犯冠冠所犯下的杀人案。现在的判决的后果，公正发言。他叫做冠冠，那在2007年的时候，他拍了一部电影叫《暴力倾城》，演一个杀人狂。
拍完后，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杀人。我们已经讨论过，你们两个之间不可以有工作的关系，任何的关系都不可以有。不管是冠冠或小恰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他们。我不想要知道，而且那也不关我的事。是你们骗他，坐下。我只是想保护他。你只想保护他。等等。